人遭睡了，钱还遭骗了，你就是个胎神婆娘。爱情要是能像石头一样经得起风吹雨打就好了。我们都离婚那么多年了，有啥的吗？家里有条件，你就跟我过呗。我们两个不合适。既然选择了离婚，就不能后悔，日子是没有后悔药的。他就是一个小白脸。要不咱俩整个公司吧？去大的地方开店，风险太大了。有我在，怕什么？没有人喜欢一个人哭，只有受过伤的人才喜欢一个人。他死了，你肯定等他。你说，女人为什么都喜欢钻石啊？因为好。